啥了，兄弟？这把武器看着是真的舒服，160的造型显得那么无懈可击，在没有打太阳石的情况下，伤害达到了707。等会儿我们会往他这个宝这个装备上连续拍14、15和16段啊。咱们等会儿把游戏音乐关闭，然后办法。来，我要听，请你们听当当当的声音了啊！镶嵌宝石14段，当啊，这声音。特效做的太差了，一点都没有镶嵌16段宝石的那种啊痛快的感觉。我操，真的，这种游戏体验太差了，这当的一声叮一下就没了，跟系统报错似的啊。好了，这把武器瞬间达到了16段，命中1116，伤害707，单加耐力33，极限熔炼6点，仙族啊力武装专用。嗯，到时候我们会让你们这个李哥这号反正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打算，这个神奇的打算，公布，但是特别酷。哎呀，10亿光年。